ring teller. Then I'm still putting ginger marmalade on my toast. I pick a task for days, pick the stars to gaze ink inside my veins, though I hope I'll float. Hi， 大家好，我是美，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居家20分钟马甲线以及翘臀运动。那在这组训练呢，我们会需要一条阻力带，而且这套运动会蛮大的，针对我们的下半身、臀肌还有核心腹肌的部分。那我觉得这套训练呢，还蛮适合身为初中阶层的你。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跟我动起来喽！那在这组运动呢，我们会做简单的暖身，主训练的部分大约是17分钟，最后还有简单的伸展哦。准备好的话，在瑜伽垫上跟着我开始。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动态的蜥蜴式暖身。那我们先从瑜伽垫的底部向前跨一大步，那我们的一手穿过身体之后，向上的抬起，做个两次之后换边，可以搭配深吸吐气，展开我们的胸背以及打开我们的髋。接着我们不休息，直接来到徒手的深蹲30秒的时间。在做深蹲的时候，建议蹲低一些，让你的屁股大概是落在膝盖下方的位置，稍微停顿一下，接着吐气起身。那你的脚尖是可以微微的朝外，保持一个舒适的站距。10秒钟的时间，请套上你的阻力带或翘臀圈在你的大腿中间。我们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做一个左右的深蹲走，接着起身，因此我们的重心一直在下方，这是一个启动暖身我们的臀部很好的动作。往左往右的踏步，接着起身吐气。在跨步的同时，另外脚也要抵抗翘臀圈的阻力，不要让膝盖内夹。最后3、2、1，很好。那下一个动作我们不休息，直接接的是阻力的恰恰。那我们支撑脚站稳，上身也是保持稳定的，我们的另外一只脚往侧后方去做一个点步的动作，重心一直在前脚。那在点步的时候，尽可能的延伸，感受到臀部的发力。加油加油，最后5秒，待会我们直接会换边进行哦。像是在跳恰恰舞一样，把脚往侧后方45度角的伸直，再保持稳定的点回来，不断的用大脑来连接着臀肌。最后的10秒钟，休息20秒的时间。下一个动作，准备做的是阻力的怪兽行走。我们往前、往后各走2步，重心一直在下方。在过程中，我们不求很快的速度。每一下做到完整，刺激我们的臀肌，想着臀部快长大吧。那也要注意过程中膝盖不要内夹，持续的微微的外张。最后5秒，
其实我们不休息，停留在半深蹲的位置，做阻力的开腿，接续上一个动作，你应该感觉到臀肌 on fire。小幅度的打开你的膝盖，并有控制的回来。3、2、1，休息一下，30秒的休息时间。Another day waking in Sea Haven, a quiet place where it seems like it's only me changing. The kind of place that ain't stuck to the laws of time while the rest. 下一个动作，准备好你的分腿蹲，一脚前，一脚后。我们还是接续着用翘臀圈，会做分腿蹲，并且抬膝的动作，稳定的下降，在起身的同时，后脚顺势的抬起。挤压一下臀部，过程中会觉得身体有一些晃动不稳定是正常的，保持你的专注力，下去的时候核心吸饱气，膝盖保持正直稳定，最后10秒。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直接换边进行。保持我们的髋部不要有太多的歪斜，下降的时候核心吸饱气，起身时吐气。Elevator doors open up, revealing that they're missing the wall. Stand there in shock as security drag me to the floor. They kick me out 'cause they're remodeling. Like, yeah, man, I'm sure. How stupid do you think that I am? I'm not blind, my mind is racing too much. Gotta skip that 9 to 5. 加油加油！最后的10秒，我知道你的腿开始酸了。下一个动作，我们会做连续的停顿深蹲，一样准备好你的深蹲姿势。起身的时候停留在半空中，接着接续做深蹲的动作，不断的刺激我们的臀肌，尤其要用大脑连接着臀部。Storms coming, it'll pass in a few. Before I know it, the night's been replaced by the light of the sun. I'm baking till the storm picks up, and suddenly the boat is askew. Don't know what to do. 沉下去，最后10秒。Now I'm grasping in stress, to back on the deck, narrowly escaping my death. And watch the weather clearing up, and so I'll take a rain check. Now the boat has stopped, I'm at the world's end. Sometimes it's like the world's on my shoulder.休息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到瑜伽垫的位置，从卧躺开始。我们第一个动作会做的是阻力的臀桥，并搭配开合的动作开始。在做臀桥的时候，把我们的屁股推高，并让我们的胸、腹以及腿呈现一直线，收缩我们的臀肌在上方，并做一个膝盖开合的动作。最后10秒钟，
稍微喘息一会儿，待会我们直接来到驴子踢腿以及小狗开脚的组合动作。因此我们先呈现四足跪姿，往后的踢腿，接着直接往侧向的开脚。组这个动作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要保持我们的髋是正直的，不要因此而歪斜太多。过程中尽可能的感受到臀肌的收缩。接下来的动作我们还是维持在同一只脚，先从驴子踢腿的动作开始做一个绕圈的动作，因此你的腿大概下降在半空中的高度，接着你可以往逆时针或者是顺时针的绕圈，小幅度的刺激我们的臀部，但是非常的有感。接着我们不休息，可以让我们的脚是微微的弯曲的，直接向上的一抬，做非常小幅度的驴子踢腿。那注意我们的腰部不要下沉，持续的 hold 住你的核心哦，加油！最后五秒钟。接下来我们可以换脚开始进行，第一个动作还是驴子踢腿以及小狗开脚的组合动作。在做抬脚的时候尽可能的抬到最上方，让你的臀部感觉到最大的刺激，最后五秒。接下来直接接抬脚绕圈的动作，大脑与臀部的连接不要松懈，持续的向着你的屁股，最后十秒钟。还没有休息，直接接着是驴子踢腿，小幅度的。相信你可以的，加油！剩最后八秒，三、二、一，很好。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30秒的时间。接下来我们来到核心的部分喽，先给我一个轴承的平板，
我们会做平板的上下结合抬脚的动作，因此我们的平板手肘往上，接着接两个抬脚，手肘落地一样接两个抬脚。停留在手撑平板，直接接的是平板开合跳30秒，加油加油，持续的收缩你的核心腹肌。倒数10秒，可以的，3、2、1。这时候你可以脱掉我们的阻力带或者是翘臀圈，下一个动作卧躺在瑜伽垫上，我们做的是反向的卷腹以及抬脚的变化型。先将我们的双脚往胸靠近，伸出去之后往上的抬起，并下降到靠近地板的高度。接着我们不休息，直接来到游泳式的卷腹 swimmer crunch， 主要 target 的是我们的上腹肌。持续的运用到我们的腹肌，脖子尽可能的不要太过僵硬。下一个动作 alternative row ins， 一样针对我们的侧腹肌以及上腹肌，让我们的手肘靠近对边的膝盖。I'm only gonna give it to you honestly. I know this right, take you some time. 很快的来到最后一个动作，仰卧的踢腿。20秒的时间，大幅度的踢腿，注意让我们的核心稍微压下来，不要让背部悬空。最后倒数了，加油！5、4、3、2、1，很好，恭喜你完成今天的主训练。待会我们会先简单的伸展，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跟着我一起放松吧。那我们先来到瑜伽垫上，将我们的一脚跨到另外一脚的膝盖上方，我们的一手穿过去，并抱着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背部以及髋得到完整的放松。接着直接换边进行。那如果你觉得放松的时间不够久的话，都可以自己按暂停哦。接着我们来到半菱形的前弯，我们一脚前一脚后，先向右侧方前弯，
接着换成左脚在前，接下来我们来伸展一下我们的股四头肌，我们的重心前移，用大腿前侧获得充分的伸展。最后简单的做个前弯，可以的话将我们的手碰到地板，接着起身。谢谢你完成今天的训练。这一套运动呢，堪称是我精心设计的二合一运动，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都渴望拥有马甲线还有翘臀，所以我觉得这套运动相当适合想要在短时间内有效锻炼核心还有臀肌，想要一次拥有的你。那如果你有成功完成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打卡，给我一个爱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